这是放假人在吃，即卖高富帅是好野人在吃，尤其是这个高富帅，你敢捌看？这只老两斤重，这高富帅吼会用吃的人，讲这个肉偌甜偌甜偌甜，哎、欸。等下，我先甲插队了哦，我这蛤蟆完全无啊，最后一个人给这盘蛤蟆甲我留掉的，啊无我先甲收掉，啊百五，总来百五，拢无你这多。来，我是这个盘哦，你听我讲对哦。这只高富帅，这面头一只拢金光。吼、哦，这个你当下来用煎的就好吃，煮豆油嘛好吃啊。你食高富帅有无？这两只两斤外啦。哇噶，老细你看卖啊，我的鱼丸。金色的，这正现捞的哦，两只外口你卖就对啦。我不是讲讲笑的，三百块你买袂到啦。你食高富的啦，我招三个人去啦，三百。哦，那大只啊！外斤的，外斤的自由巴，自由巴，哇！三个人去，三个佬啊，摆袂四个，四个歹听。咱讲真正，我看，来，这什么鹅肉的？你看这鱼卵，我甲你讲这现捞的。没有长杆油啦，也不长皮啦，全霸王的啦，四个人去啦，来三百块。三百，两百，两百，这是要钱的便宜呢嘛，来这我贵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只外块百几块，小心哦，这是用一只摆好，没问题，来，摆好安尼一盘一盘摆好，这一只外块百几块。哇、哦！啊，我甩豆香了哇！哦，太离谱了吧！哦，来，老神，你不要，不要，听到啦！猜出来，大哥在找你哦，大哥在找你哦，猜出来，无要再等你啦，无赚到钱，我跟你讲啦，阮师傅你讲的赚到人家，赚到人家啦，这人家哪里就是，你绝对袂后悔啦。这盘最后只有你，还够教我无？来，我跟你讲，这盘最后一个人家给优待落去啦。什么人拢会使接手，拢会使买啦吼。最后一个人家来八千。八千。来来来来来。真正无啊，我先来先挑。